非常难堪呐、啊。亚述陀罗就发誓了，啊，抱住这个小孩，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，是他的儿子，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，应该不会烧死。啊，他就这样做，啊，果然呢，在这个大火里面，母子两个安然无事。于是大家就相信了，啊，一切这个谣言先止息了，界定真相啊！啊，耶稣免难消灾障啊！啊，国王他的父王要相信了，啊，这个家族的王族啊，外面的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，大家都没话说了，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啊，那么这是界定的感应。啊，后面这是三称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啊，南无是梵语，是归命归依的意思，啊，香云盖是比喻这个香烟呢，啊，在空中结成宝盖，啊，菩萨具有情，摩诃萨大菩萨，啊，香云呐，香云表界定呐，界定具物一切有情之身，取这个意思啊。香云盖是不是菩萨呢？香云盖就是菩萨。啊，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，众生因他而开悟，他就是菩萨。菩萨没有形象，没有一定的形象。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。啊，化身在有情众生，化身在无情众生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。现在时间到了。